你这是干什么？为这种薄情寡义的男人死，值得吗？如果你真的死了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你阿玛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很痛心的。 什么？美玲一心求死，吐血昏厥。主子别太心急，太医已经去诊疗，奴婢这就去了解情况，随时回禀主子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他，否则我心不安。主子一去，恐怕会惊动皇上。主子忍了这么长时间不去探望，不能因此而前功尽弃呀。 说的有道理，那你快去吧。是。 身体虚弱，又突然遭打击，以至于气血攻心。不过没有大碍，等他醒来以后，腹泻汤药很快就会痊愈的。有劳太医了。哎，好了，我回去了。最近。 太皇太后玉体微恙，受不得惊吓。你们得好生照顾美丽公主，再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是什么下场，你们心里应该明白。奴婢明白。你跟我回宫禀告，让主子安心。玉嬷嬷，我想留下来照顾公主。你留下来也没什么帮助。 走吧。美丽的病情严重吗？主子放心，太医说服下汤药，多做些休息就没事了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不是让你别去打搅美丽吗？ 永和之罪，请老祖宗息怒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不去看看美丽，你心里不踏实。好了，不怪你了，起来说话吧。谢老祖宗，多谢老祖宗体谅。不过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求老祖宗恩准，让永和延迟出发。 等美丽公主痊愈之后再走。美丽已无大碍，你放心出发吧。老祖宗，我……如果你想好好照顾美丽，就该专心的去平息纷争，尽早回京。永鹤谨遵懿旨。我会让玉茹去多多关心美丽，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，你别担心了啊。这。 你说这老祖宗发话下来了，这要是万一，绝对不能让公主有什么万一。可是公主要像原先那样不吃不喝，一心求死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哎呀，现在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得求她吃点东西，哪怕把药喝了也行啊。
哎，千万别让他死在安宁宫里。还不是怪你呀，啊！你先前那么往死里整他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收拾。哎，你不是老做好人吗？你劝得动你劝啊！我要是能劝动他，他能病成这样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啰嗦这些？ 我告诉你啊，老祖宗怪罪下来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我，哎，醒了，醒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 甚至有病，气急了会头晕的，快把药拿来。公主，把药吃了，再喝点粥，恢复恢复元气啊！哎呦，公主，公主，求求您别再把药打翻了，这是您救命的药啊！那，求您喝了吗？麻烦你把药拿给我吧。哎呦，公主。 以前都是我们对不住您折腾您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求您别再把药打翻了。公主，再不吃不喝就活不了了。来，你们起来吧，我只是想把药喝。公主，再不会轻生了。为了我阿玛，我也不会轻生了。你们都不用伺候我，我心甘情愿受罚，遵守这里规矩。来，把药喝了吧。公主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慢点儿啊！把粥拿来。 喝点粥啊，乖乖乖，乖！再喝点粥，省得嘴苦。我都给你熬了半天了，趁热喝了吧，啊，多喝点啊。回主子的话，美离公主看上去情绪平静了许多，不再极力的反抗，反而平顺的喝了药，吃了东西。 相信两位嬷嬷会好好的照顾她。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美离受了不少苦，但愿菩萨保佑她，从今以后无灾无难。 哎，我说二位，这干嘛去啊？嗯，又给公主送的。别动！难道给你送的不成？我可盯了你们好几天了，你们这两天可是把她伺候的挺周全的，养的是白白胖胖的。我可告诉你们，这要是让我们家主子知道了，可没你们的好日子过。哼，现在是人命关天，娘娘高兴不高兴，我们奴才顾不了那么多了。 你们敢违背娘娘的心意，娘娘的心意我不敢违逆，老祖宗的心意我更不敢违逆。去去，我还想多活两年呢。莲嬷嬷，咱们走。哎，去去去，去，干你事儿去。娘娘，这莲嬷嬷与严嬷嬷竟敢收了好处而不诚心的办事儿，咱们是不是要略施薄戒，教训教训他们？不必了，娘娘，您这样宠着他们。 怕日后不好管理呀。你懂什么？这美离的事，老祖宗已经介入了，我不便再施加压力。万一这两位嬷嬷狗急跳墙，反而会引火烧身。就让美离这个贱人过几天安生日子吧。哦，还是娘娘考虑的周全。
娘娘，老祖宗邀您赏花的时辰将至，您是不是该过去了？打听过今儿皇上去吗？打听了，皇上同行。哦，那我该打扮得素雅一点才行啊。玄烨难得来陪陪我们，金贵妃啊，得空多盯着御膳房，给皇上好好补补身子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一定尽心伺候。哈，皇祖母请放心，金贵妃已经很用心地照顾孙儿了。嗯，哀家才几日没到花园走走，这花就都开了，枝叶有点凌乱。这养花就像皇上管理群臣一样，不注意就不行啊。哦，都怪臣妾不好，臣妾应该来慈宁宫多陪老祖宗走动走动。不怪你，你自己的事情也忙着呢。我让他们准备了甜品，大家来尝尝。是。谢老祖宗。雨嬷嬷，这餐具是怎么准备的？主子息怒，奴婢该死，奴婢督导不周，主子恕罪。你知道我最恨这种事情，好好的甜品被这汤勺给破坏了。主子恕罪，皇上恕罪，娘娘恕罪。雨嬷嬷，快把这些东西全撤掉。是。皇祖母息怒。不要为了这些事情破坏了赏花的心情，奴才们做事有些时候就会犯糊涂。玄烨说的对，也是我太疏忽，没有好好督导他们。下一次他们再犯错，我可不会再轻饶了。老祖宗慈爱宽容，不欲计较，实为后辈典范，臣妾以后定当向老祖宗学习啊。庆贵妃懂得学习就好，你要能习得皇祖母的一二，便可足堪母仪了。谢皇上金口，臣妾定会努力。你下去吧。这皇上，臣妾为您沏杯茶吧。不用了，金贵妃，你去安宁宫探望美离的事情朕知道，显然皇祖母她也知道。皇上，我不用多说了，坐吧。谢皇上。朕知道你心里一直在为子晴的事情是耿耿于怀，可是美离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，你应该学会宽容大度，不要再记恨，这样才能好好的生活。皇祖母今天是网开一面，不再追究你，也是不想再生事端，以后你好自为之吧。皇上，臣妾只是想念姐姐。好了，朕知道你的苦，朕又何尝不是呢？你心里一直在思念着子晴吧。Thank you.
唐二部，你屡次扰我部落，欺我牧鞭，夺我牧草，皆有强占我盐湖一带墓地，扎眼人上下公愤。今天我率勇士来向你讨个公道。公道？盐湖一带本是我腾尔部的领地，你反咬一口，这么轻易的被你赖下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倒下的兄弟们？我要给扎伊尔勇士们一个交代，腾尔部就用我们俩的鲜血来决断墓地的归属吧。腾尔部上空的雄鹰从没有怕过豺狼。滚！今日我与腾尔部之战没有军令，不准插手，否则军法处置。传，我与扎伊尔之战煽动者严惩不贷。是我的人会阻止我杀你吗？你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大清阿拉善左右两旗调节使者叶赫那拉永赫。两位首领，请听永赫一言。当今圣上十分担忧两位首领近年来为了目的争斗不休，唯恐两败俱伤，皇上希望两位首领能够握手言和，以免其他有野心的大汗趁虚而入，渔翁得利。扎伊尔来占我的墓地，我才三番两次的与他征战。放屁！是你们牧人先来抢我的牧草，我才反击的。明明就是你越了界的嘛！是你们看我们春草肥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，两位首领，稍安勿躁。没错，这是太皇太后的信物，见物如见人。老祖宗向两位首领问好。这是老祖宗亲笔写的信函，你们看一下。老祖宗深知两位首领均是为了族人的生计而开战，非关对错，所以特地重新规划两旗领地，同此商议。两位首领请到前面来。
绿叶长青，终有归途之时啊。主子，您玉体安康，一定会长命百岁。您今年的寿诞就要到了，很多王公大臣的贺礼已经送来了。主子，不妨移驾瞧瞧，兴许有您喜欢的新奇之物呢。不看了，哀家这年纪，对什么都不觉得稀奇了。太皇太后吉祥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禀太皇太后，皇上这回派奴才来，是想请太皇太后示下，您今年的寿辰想怎么过？不过了，什么节日都不过。这个。主子，您这么一句，这德公公回去可不好交差啊。德公公，回禀皇上，哀家认为连年征战，国库耗繁，百姓需要休生养息，今年就不过寿了。这主子，您心烦了。往年跟您庆祝寿诞，宫里热热闹闹，喜气洋洋，多好啊。少了他，怎么热闹得起来呀？美离，如果可以来为我祝寿，该有多好啊！哎，素莹，这是我为老祖宗过寿准备的衣服，你看好看吗？这件衣裳的颜色还有款式都很好看。穿在你身上就更好看了。素莹，今年你就能以准亲王福晋的身份跟我们一起进宫庆祝了，好替你开心啊。有没有准备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老祖宗喜欢什么，就凭自己的感觉给他老人家准备了一份。你过来，这是我替亲王爷给老祖宗准备的玉香炉，不知道老祖宗会不会喜欢。喜欢，一定喜欢。你们两个在看什么呢？姑母，素莹向太福晋请安。姑母，我们正在说给老祖宗过寿的事。是吗？素莹啊，还专门替表哥准备好了礼物呢。素莹斗胆，
替王爷和太福晋准备了一座玉香炉，请太福晋过目。还真是好看，难为你这么有心。不过老祖宗说了，今年的大寿他不过了。为什么不过寿了？老祖宗身体不舒服吗？哪里，虽然老祖宗不过寿了，不过王爷给老祖宗准备的贺礼是一定要送到的，一来可以表心意，再来呢也不至于失礼。好好，恭喜太福晋，贺喜太福晋呢、啊、喜从何来啊？刚才宫中派人传话，西南传来捷报，平西王被歼灭了。表哥打胜仗了，表哥不愧是大英雄啊。是啊是啊，这么说景轩很快就回来了。对呀、啊、素云，表哥要回来了，你们的婚期也就不远了。老祖宗今年不过寿了，为什么呢？皇上，老祖宗不是最喜欢热闹吗？皇祖母说恐怕国库空虚，不愿意过寿。不过我想他恐怕是心情不好吧。朕知道你为此事费心安排，劳累之极，来坐坐。仅凭皇祖母的一句话就枉费了爱妃的一番心血，委屈你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既然皇祖母不愿意庆祝，我们就暂且歇手，你趁机好好休息休息。皇上，臣妾一心只是想为您分忧解劳，为老祖宗祝福天寿，就算累倒了也无怨无悔。知道知道，你的孝心朕都明白。这阵子爱妃也是操劳之极啊，朕看在心里也是十分的心疼。这样你先歇会儿，朕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谢皇上。嗯，臣妾恭送皇上。娘娘，奴才刚刚听说太皇太后其实是因为美离公主被圈禁，不能替她祝寿，索性取消了一切庆祝活动。可恶，又是为美离那个贱人，我挖空心思筹划安排，不就是想讨老祖宗欢心吗？全因为那个贱人，变得一切徒劳无功。是啊，这个美离公主简直就是您的一个克星，处处妨碍您。哼，她敢妨碍我，我不会让她活得痛快。娘娘吉祥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詹木朗大人春风满面，想必府上也是喜气洋洋啊。托娘娘金口，小可之事，小可之事。成龙快婿立了大功，怎能是小可之事呢？满朝皆知庆王爷风光打了胜仗，谁人不想攀亲附戚，沾点喜气呢？近日大人府上必是贺客盈门了吧？回娘娘话，下官没有办过儿女婚嫁的喜事，近亲好友善意地提供一些经验，供微臣参考，只是叙旧话家常，娘娘别无大事啊。但我要恭喜你双喜临门了。哎呦，多谢娘娘。詹木朗大人，常言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如今你却是占尽福气，荣耀显赫，只是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我当一时也替大人略感忧心了。娘娘此言何意呀？大人向来精明，此事何须我言明呢？娘娘，下官愚钝，还请提点一二啊。素莹大家闺秀，想法单纯，情有可原。大人宦海多年，该不会跟令千金一样
真认为庆王爷对美离绝了念头吧？娘娘，庆王爷与小女素莹的婚事乃是皇上御赐，理当无异呀。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变的吗？小顺子，这，你瞧，我把扎木朗大人当自己人，话说多了吧？哎呀，娘娘，没事没事，还是恭喜你喜获成龙快婿吧。啊，多谢娘娘。大人，啊，小顺子我亲眼看到，这自打美离公主圈进安宁宫，这庆王爷就时常去看她。奴才想吧，只要美离公主存在，令千金庆王福晋这个位置坐得就不够安稳。小顺子，不许乱嚼舌根，小心落个搬弄是非的罪名。娘娘饶命，小顺子多嘴了。谢姑，谢娘娘。快跟上吧，我还要给老祖宗请安呢。多谢娘娘。我就说让你早做防范，你却认为皇上会为我们着想，不应打扰皇上。现在庆王爷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看该怎么着？你别老在那给我翻旧账，连敬贵妃都出言提醒我了，我能不知道？我自然会替孩子防患于未然。你有办法了？你别管，素莹回来千万别提这事儿，免得让她担心，听见没有？那我。夫人，快走！大人、夫人，恭喜了！素莹回来了，别胡说八道。恭喜大人、夫人，准姑爷打胜仗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庆王太傅进说了，要小姐尽快过门呢。多嘴。阿玛、额娘，我刚从庆王府回来，他们说，庆王爷很快就会凯旋而归了。素莹。喜儿啊，哎，下去吧，这没你事了。是老爷。额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素莹啊，我听说庆王爷在出征前经常去偷偷看那个美离，我担心他对那丫头还不死心，你得多加小心呐。额娘，这事儿我知道。嘿，你知道怎么不早说呀？也好让我和你阿玛替你拿拿主意呀。额娘别急，我已经做到让亲王爷无可挑剔，而且出征之前他亲口跟我说他对我有愧，这说明他心里有我。更何况他还穿着我亲手给他缝制的披风出征呢。只要我全心全意地伺候亲王爷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，果然是我的好女儿啊。素莹当然很好，可是我担心那个美离早晚会放出来，她搁在那儿总是个祸害。额娘你放心吧，亲王爷将来是我的夫婿，我绝对不会让美离抢走她的。嗯。好，永贺大人好样的，我们也是好样的。感谢两位首领，经过这阵子的协商，希望从今天开始，阿拉善两旗不再因为墓地而起争执，令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烦心了。啊，不会不会，我们阿拉善人说一不是二。不说一不二，对，说好了不打就不打了。对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，既然老祖宗为我们划清了界限，那我们没什么好争议的了。是啊。好，我先带太皇太后谢过两位首领，替他老人家再干一杯。好，来，干杯。干杯。
祖宗，原谅您的寿辰，美丽无法在您身边孝敬您。愿苍天保佑您松鹤长寿，玉体安康。大人，这次找小顺子来，是不是想明白道理了？干劳公公，看样子这次要办的事儿可挺沉呢。还得公公多多费心了，啊。曾经是我心头最深切的期盼，没想到也是伤我最深的奢求。我盼着静轩哥哥来看我，来带我走，一切都是我心里的痴心妄想罢了。今天埋了你们，也埋掉我一切的希望和失望。此后我无求了，不再求了。是我心思烦乱，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呢？